民进党公布了台北市长参选人在野整合的民调，台大医师柯文哲打败了民进党立委姚文智胜出。而且呢，来看到是呢，这回呢，整个泛绿阵整合民调出炉，由无党籍的柯文哲来胜出，还要再加上政见主张。下周三民进党中执会才会公布，可能也会创下民进党不提名的首例。而前立委沈富雄冲着柯文哲出现宣布了参选，他说不赞成素人来政。甚至呢，没有经验，不可能煮出什么好菜。对啊，姚文智、柯文哲双手交握，绿营整合民调结果出炉，这两人 PK， 连胜文都领先，但柯文哲赢得比较多。民调出来结果之后，还是由民进党中执会再去讨论嘛。好，那我们就遵照事先的约定，那就这样做下去。OK， 一开始我讲，这不是什么从此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这还是要朝向最后目标，还是要蛮长的一段路啊。形势比人强，民进党恐怕会创下不提名的首例，让柯文哲成为泛绿共主。但这样还是得做足强调，还得评估政见，下周三才会宣布。但已经有不满这场整合大戏的声音。所以我在这里就正式的宣布，我参选今年的台北市长。前立委沈富雄呛虾柯文哲出现他就参选，直指素人难以信任。我不赞成素人政治啊！为什么素人政治怎么能够煮一桌好吃、好看又卫生的素的筵席吗？我觉得连胜文先生不晓得如何打选战啊！啊，这个是很大的致命伤，所以他的下坠造就另外两个人的上升。已经不具民进党籍的沈富雄对泛绿阵营依然能达到干扰作用。希望这场选战是大家就这个政策去做理性论辩，大家提出实际的政见或是对台北市的愿景，来争取选民认同。对手阵营很热闹，连胜文冷处理，坐看姚柯之争落幕，马上掀起两位一届高材生的泛绿内战。记者胡启仁、陈玉文、王彦君、李冠智、S News台北参谋长。